好的，现在是12:30哈，对，12:30左右，我已经抵达了那个板桥火车站。板桥火车站，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跟我同行的伙伴光头。啊，光头，我们现在准备要下台南，好，这一次就是专门什么都没有干。要去府城木屐店，就是帮大家买木屐，这是一趟疯狂的旅程。那我们先买一点东西，再准备出发。为什么我们要到高铁？你要带我到捷运站？我不小心走错了。你不是地头吗？我很少来啊，老板，很少来。你是地头，你看，看看你的头。好呗。我是龟头，这样可以吗？你要不要当阿公？当什么阿公啊？就龟公啊。龟公也是可以的。嗯、不错。啥情况？哎、欸，师叔也有在看这个，看什么？不是啊。哦，有啊，他比我会玩啊，我只是看好。对啊，其实跟他的操作还不错，他操作很强。对他会投很稳，长久，我觉得跟他不错。我跟他讲，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，我到时候准备一笔，然后就给你，你就去弄。真的是这样。他说：“吼，你不要那么懒。”我说：“我就是这么懒。”因为他真的很稳，我看了他好几次的东西，我就觉得干，他比我玩，他比我稳超多的，超强。站稳下肢，站稳下肢，站稳下肢，你要站稳下肢。你第一车厢，结果给我走到第五车厢。啊，你还跟我说，高铁不能吃东西。上次新闻是这样讲。妈的，大家都在吃便当，没坐过高铁啊？你看，每个人手一个便当哎、欸。有没有看见？有没有看见？有没有看见？你看，饿了对不对？还好我有带一瓶水。等一下叫餐车小姐给我进来，我要 VIP。你要 VIP？ 对，我要 VIP。你要什么 VIP？ 牛排。你有这东西呀、啊？好的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终于抵达台南。现在。现在2:40左右，我们已经在台南，然后这是我们现在的第一餐，好惨哦，高级蒸鲜有没有？嚯、哦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很屌的？然后现在就是等我们那个我台南那时候来水户上课的。一个同学，他来载我，对他来招待我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就在这里先等他，然后我们再前往市区。专用车道，专用车哪位？这是专用车，这个一直很想跟我学拳。我告诉你，人如果有地位，走到哪里都有车接。靠北人家，如果有地位，走到哪里就会有车接。最好是啊。哎、欸，你可以把他抓来揍吗？那你要来接谁的？公屁伟，上车。为什么你在迎接你的偶像，不是开宾士来接嘞？哦哟，我好接的他车还开宾士。台南哦。刚刚去别的地方。我们现在来到台南。对，三人行来到那个。
百年老店，百年老店就是上次老板老板娘，他应该已经在里面等我。你看一个人只要有地位，走到哪人家都要。看你这靠北，我就觉得你很靠北，靠北老大，对不对？你看前面那么多车，就我要过马路的时候都没什么车，车子就是要等我过马路。晚上。对啊，你好嘞。上次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晚上。对啊，对啊。谁啊？我们一样都是用手机。哦。这不会拉到小的。不会拉到小的。啊，奇怪，我那客人跟我说他都拉到，因为他不会穿。啊。我们练功的，我们知道怎么穿。有女生的方式。所以我们觉得不会拉到。我们就只有看到我们大人才能弹跳弹跳对啊，灌篮哦，你看他坐前面的话，你们这个动作轻松，不要很好哦。你开视频大码我看看，视频大码等一下哦，有点难，哈哈，难的哦。对对对，大腿太用力了。对，大腿太用力了。等一下，没有抓到，抓到重点。大腿太用力。他抓到重点，他就被拉了。没有啦，因为你做圆弧形，他还要保持平衡。好，不是大腿，很难抓，靠背哦。对啊，不好抓。这个就是。台南古城木屐百年老店的现场啊，然后它的款式啊，男女生真的是非常的多啦。白天都老板娘在逛，然后晚上老板就会来。这双是28号，这双28号，那我们木屐是这样。因为为什么带就会松掉？松掉以后，他现在很细心的在跟木头客人脚放在木头上面做介绍，就刚刚好，那是最好的。所以这个是20哦，那双也快松，这双也快松。对，第27，真的是我看一下。好，继续对，就是27号地哦。有？没有，我没有揍人。我先试探那个实力的。我没有揍人。好，我从来不揍人。我带你来台南吃东西耶，你看，有没有？他从来不揍人，都是我们自己脸就送过去，对，送过去之后就自己这样。自己脸来撞我的拳头，说我揍。之后是这样，自己过去撞他，然后自己过去撞他的脚啦，然后撞久了就变强。其实说。这边的人就是一波一波，来来回回，就我们几个比较闲而已。那你要回家搬家吗？没有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可以挑那个绳子的颜色，那绳子都很屌，很漂亮。要回去搬家吗？你看，这绳子很多花样，这绳子很多花样。我都还蛮喜欢的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脚上的这个是大鱼在哪里？这个吧，大鱼不是，我干，没有大鱼了，不行哎，没有大鱼我活不下去哎，靠逼，看我要大鱼啊，光头你用这个，我为什么要用那个啦？阴阳调和啊。他豹纹的，豹纹的。他应该要选那个，我要加的多。你要加什么？加花。油油，面油油。对啊，我没有大鱼。我堂堂男子汉。男子汉。男子汉可以用这个。这个用起来也蛮漂亮。对，我喜欢这种。这个我之前平底就用这个，这个箍起来很好看。嗯。这种。哎、欸，这个还好，这看起来这样很明显，可是它实际上会有一点太
太黑白太素。嗯，要不要来个红色？我的大鱼呢？我之前有配红色啊，蛮好看的。嗯，配个红色好像也不错。红色会蛮好看。那这个要带回去的，啊，剩下的。哎、欸，好，这个是哦，我的货，这个不是哦。那我们的掌门人老板来交接了，掌门人老板来交接，老板这就是老板娘，白天传说中的piping you，就是来了就要叫你一直抽烟的这种。不会，百年老店的不会干井柏后，干井柏后我会告霸你，差不多霸你的差不多。这个台南很有名哎，那你试看看跟那个创新李玩差多少？差多少？这是你几杯？款式真的超多的，有没有？女孩子穿的那种高跟鞋式的都可以，很棒，真的。然后这里的线条颜色也，你要无数型的、花一点型的都有。然后这个就是木屐。小桥流水，钱多进来。木屐，木屐。你台南人嘛齁，那你知道这个吗？你要你要不要？我不知道，我摸不起。干，那假台南人。假台南人。华街跟假台南人。国华街跟古城路交叉口。我不是指挥啊，我是县的，以前的台南县。假台南人，你看都在讲你的。假台南人。一开始我来的时候，老板他教的一个，他就说这个松紧度，一开始调要调很紧，才是正确的，因为他你穿几天之后，再是棉的，它会紧松，对，会紧松，不然就会像你之前那样会很松，这个超松的啊，然后变成你走路的时候还要去夹它。那个反作用力会加大了。对啊，老板，我的右脚还要再紧一点点。你赶快凑好了。没有，就不是未来的目的了。烧不烧？烧爆！我逼啊，这样也想踹我？你以为？这是雪宝的，它的这是宽版，宽版的二尺宽版，雪宝好像挺喜欢这种。它这一双跟我这双一样大哦，
可是他宽版，我是窄版，有没有？对，我们都二八嘛。还是红色的可爱。雪宝的穿起来，雪宝的穿起来，这个样子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你要带回去，我们不要了，我们还要再去吃。带回去，因为只有带的，它这可以放吗？不要了，明天请你师傅吃。我拿过开奶奶这边。我的、啊、很可爱的小孩，看看麦克贝，小红，阿丽这边再吃回去，包几箱的吗？几箱？包几箱的，我无啦，我是讲做伙啃啊，做伙啃做伙，哎，好，好，你看又有贵客，贵客很多，老板又在外面一边吃，一边吃寿桃，一边抽烟，讲坏话他就先躲到树后面，没错。现场这位在地的小姐，她真的很奇怪。没有，不奇怪。她就是在地人，平常不来买，然后也完全不来穿。我第一次来上一月份随护课的时候，我要走之前我来买，她来买一双，然后现在来接我，就跟着又买了一双。然后他是在地人，平常不来。我来这边，我就不住这边啊。你不住这边，那你现在为什么站在这边，站在这一块土地上？老板感觉相当无奈。我们现在准备要离开了，我们现在准备要离开。下次有机会再，你看，有机会看，老板笑得让你心里发寒。啊，老板，老板娘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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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娘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我们前往台北的路上，后面，好，对，坐，我跟你讲，坐后面是最安全，后面是不爱坐。对，其实没在管他。对，这就是我们有爱才能做。现在我们搭上前往台北的高铁列车，然后现在几点？7:13。对，忙了一整天，终于要回台北。这是一趟，怎么样？所以一趟怎么样？一趟很疯的旅程，我神经病。就是我们起了一个大早，中午以前起床对我们来讲都是大早啊。然后刚往板桥搭车，然后一路急急忙忙下来，请我朋友载我们过来，然后漫无目的聊天打个赛，中间吃个小东西，然后。回来了，对，今天就这样准备结束。神经病，抽个几管烟，完美的一天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啊，用飞快的速度，这里照不到外面，照得到吗？贴着，飞快的外面，哦，要前往，我来台北，我在台北现在。我左边的，哎呀，
我想要灵异人物怎么见？你看后面很多坐一个女的哦。他走有没有？好。现在我们终于回到了新北市板桥。新北市板桥。大圆柏。大圆柏的对面。我们今天经历了，对，南台湾的洗礼。南台湾的洗礼，我们今天只有先暂时带这些，然后剩下的老板娘打算用寄的，对，然后到时候帮各位伙伴拿到的鞋子才会那个，才会一一的到手。对，今天他们去，他们都很热情的在招待了，东西真的很棒，对啊，真的超赞的，有很多。其实都还来不及看完，有很多是那种 很特殊的设计啊，对啊，可是他们那种就是设计出来，虽然你可能没看过，可是那个是真的是穿起来是 OK 的，不会像说有的它是设计出来，可是没有实际拿出去给人家穿，啊，真的穿了才发现说没那么舒服还怎样，他们那个是基本上都是经过测试过的，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，真的有空可以去看看，超棒啊！我们是为了练功啦，对啊，反正穿到后面其实也习惯了，反正穿软的鞋子很不习惯，没错，就变怪咖，就奇怪的脚，走起来怪怪，走起来怪怪。